伤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，我们就做，我们拍一张照留念。是，但是我要坦白坦白，是这个壁报呢，我在建中初三的时候拿到全校第一名，我就照模照样。哦，你是建中的。建中，哦 okay，建中初三，是建中的，我中学的，没有，我建。那个时候，陈中花也是建中的啊。没有，中冠不是建中，所有的陈中冠，哦，陈中冠 ，OK。所有的，建中的，所有的剪贴。所有的剪贴都是廖广鹏做的，所有的毛笔字全是陆慧珍写的。但是几年级？高一就高一，高一。你哪年来的？ OK， 我们的班主任，我们的老师谁？这个，就 useless 老师。肖听说嘛，这是什么？肖老师叫肖什么？肖青肖文素是吧？肖文清，肖文清，请你讲他教我们谈。这个什么杨贵妃的故事，对，乱讲，因为他们乱讲，因为他们听说是共产党嘛，所以后来到台湾去干掉了。哦，这样，我告诉大家讲，这真的事情，你听我讲对不对？太原子弟了，因为大最有名是杨贵妃去在大家唱长安洗衣裳，他说洗完了。就一个席子啊，席子，席子一包，这么一包，他的几个太监就这样包他出来，这完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假的，传单面这个事情，记不记得？对对对，乱讲了，小朋友，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垫一下垫的，垫一下，那种在那，尤其清朝，那对，演的都是这种东西，对。可是呢，他讲起来哦，好像流口水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是个单身嘛，他也是流口水的样子，那我们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其他一半的人也不听的，像他们四成这些人也对，版本。你怎么记得这么多？我们两个笑都笑出，我们也记得，我们常常讲的。